好，我是圆圆，欢迎收看 Maxoner 大设计。水污染无论是对喝水的我们，还是对那些生活在水里的生物，都有着极大的危害。而最好的治理办法就是对污染源头进行监管。不过想找到源头并不是一件什么容易事。为此，瑞士洛桑联邦理工学院的研究人员打造出污水机器人 Envirobot， 用它就能寻找出水中的污染源。Envirobot 外观看着有点像鳗鱼，接近 1.5 米长， 3D 打印而成的机器人是由单独的模块组成的，每个模块内部都包含一个小型的电机，使得它可以在水里顺利的前行。要是个别出现停止运行的状况，也能对单独模块进行现场更换。在这些模块中，有些包含测量电导率以及温度传感器，至于其他模块则是用来检测水里的毒素。这是因为模块内部包含一个装有水的容器，容器内部有细菌、小型甲壳类动物以及鱼类细胞，用它们去充当生物传感器。其中研究人员培养的细菌在接触到低浓度汞时就会发光，而那些生物在接触到水的时候也会做出相应的反应。通过这种方式就能让操作人员了解到水中的污染情况以及毒性。把该机器人放进水里，它就可以根据预定的路径或者是自动导航在水中进行检测工作。当检测到污染物时， Envirobot 还能自己去追踪污染物的来源，而这些被收集到的数据结果最终都会被实时远程传输到机器上。不过就目前而言，最难的问题就是研究人员还不知道如何去部署生物传感器。视频元素来自 Apple， 由 Maxoner 创意公园翻译剪辑制作。感受最美的创意生活，请关注 Maxoner 创意公园。